art is language. 我的艺术主要是通过视觉的语言来表达一种空间，一种场。这种场是通过身体去感受到，通过不同的材料，有羊毛，有很古老的软性材料，有当代的比较硬质的照片材料，有光的内容。 还有一些video， 多种材料形成一种场。我希望观众、读者在面临我的作品的时候，他找到自己的切入点，去读这些作品，而不是说通过已经设计好的概念去寻找一些内容，因为寻找在我的作品里边是不存在的。